请问顾曼桢顾老师在吗？顾老师刚走。刚走。啊，那边。啊，谢谢。曼桢。 我以为我在做梦呢。那个时候，我有多希望你就能在我的身边，但很多事，我必须学会一个人面对。 伯母还好吗？小健他们还好吗？人真的很奇怪，害怕发生的事，一旦遇到了，却又能坦然面对。曼桢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南京的时候，我总想着。 等我回来，我有好多事、好多话想要对你说。但是现在我在这儿了，我发现我说什么都没有用，因为我人就在你身边。我不想跟你分开了。我以为跟孩子们在一起，我会暂时忘记想念你。可是我一空下来。 就会不停的想你，觉得怎么爱你都不够。秋生醒了。秋生是谁？一个可怜的孩子。孤儿院的孩子？不是，我回头再跟你解释。我先走了。曼桢。